代岁愿望，自然就是地主的盼望。车大叔为在场千经百官开示佛理呀！现在，现在，请受戒者以观礼大众，慎听我言。得听大叔告示。修改，就是愿意以欢呼之心，受圣灵之度，离我欲之苦路，往极乐之净土。改，就如同树木之根块。流过此地基，修者道业化无，拜者世路难安，不可不知，不可不信啊！大师，在戒定慧三合内面。戒只不过是初步的功夫，请问如果修戒不全，是不是也能证得定慧之境界呢？现在出门修戒，能反映出一个人离苦的决心，以及对佛法的信心。如果修改不全，即是初心有患，所以我来反问大王：修改的心，甲修定慧的心，敢讲是两粒不同的心吗？这无论世界。或者是修定慧，这拢是我自己相同的一粒心，并无离心啊！不我明辨咯，天主宗啊！是修改心无清净，在以初心所修的定慧，也无圆满之理呀。金龙出去冲鬼，定性起气流转啊。尽在一心是梦境，我就以此经验
立了法号为宗祠，望金王会当终一切患，弃一切义，为天下百姓祈福庙，重托不告，祈以何？宗祠嘛，太好了。地主是幽州总管，今日再得宗祠之名，果然是吉中有吉，喜上加喜呀。为着感恩大师所命，地主理应回敬一个尊号。太多的言语也无法形容大师无边的智慧。《法华经》其中有一句：“一切诸法空无所有，无有相住，亦无起灭，是名智者。本王决定恢敬智者作为大师的尊号，从此万世春秋。”将传颂第一大名啊，帝驾大师。今天实在是欢喜的日子，除了供养大师无数的珍宝以外，本王特别准备了千金宴，供养在场所有的尊长，也请大师随本王入席啊。现在，现在。各位先生，世尊讲经说法49年，对应众生根基，开演84000法门，以时间归类为我的时段，以类变，苦苦分为八种的教化，拢是方便信教，以处地渐我修行的解脱之道啊。So
脑海观，是用来解脱，不是用来计较的。希望各部派会用的关起心结，互相心酸笑红，接引各自悠然心上，走上合乎的正道啊！大师五十八九的境界，众人拢认为是当代上清楚的理论，再加上机关法门，将南方义理与北方双修的学风结合，帮助佛教在中土整合扎根，这份成就肯定是空过绝境啊！是教界共主，如同法门中的王者，不知在帝国之道方面，有什么会当给弟子建议呢？我一心在团顶弘化，世间功名为我所望，但不求自来，同意进我若是专心在造福百姓，则国泰民安，也住在其中啊。所以心怀言干意解，弟子深谢客还。请问大师，今日江津圆满之后，何时再开法言啊？进路，我来扬州的承诺，修改一江经，拢已经完满了。接下来，我打算要回故乡荆州一转，回报中央外土地，顺道去行山祭奠文殊之梦。事出突然，请问大师准备何时启程啊？今日就要离开。这，大师，你才来无外久而已，为何不再久留啊？大师，这是扬州，是晋王所统治的疆界，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主人呢？既然呢？大人，我与晋王早有约定在前，我并非失礼。你若是阻挡我离开，颠倒是害晋王失言呐！我来去自由啊！Oh, cool.
是当然，这是当然。地主对师尊的承诺，即使天地道贤，也袂废弃啊。虽然地主心中万分的不舍，但这段日子以来感恩，更是点滴在心啊。千骑大嫂啊！做的一切拢是全心全力，地主或是师尊主动也该尽心尽力。大师任何的需求，地主我拢会安排妥当，保证一切如愿啦。现在，现在，那呢就犹如晋王会心哦，恭上师尊，恭上大师。静红，安尼讲好，大师伫幽州所外，就去了安定民心的应作力。比什么量测敌情更加有效，更讲不被挽留么？大师虽然来去的高人，会当留伊几个月，已经是不得了的福报了。本王先退一步，未来才有进一步，再次邀请的机会呀、啊！晋王英明。请原谅地主，才晚才来看你。今日带着你的道场，要来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你的恩典。在苏山一别以后，转眼也已经过二十五年了。尘世岁月虽然过得真紧，但地主拢无忘记你迄一刻。
刷落来地主，都要回故乡风化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会请皇上为师父你刻文作笔，愿一切荣耀拢归师父你。接到通报，处处登记，聚集大量的民众，疑似有造反叛变的阴谋啊！请大叔务必说出这个愿望，做尽一份心力好吗？